大家好，我是兔姐。今天我介绍给你们土耳其餐厅，土耳其料理，可是今天我的女友把你们，因为是每次我来这里介绍给你们。今天我的女友她一个台湾人，试试看土耳其料理，对台湾人是不是很？我们一起看看她会不会喜欢。丁丁，你要吃什么？我想要喝一个汤，你可以推荐我好喝的汤。这边有很好的一个汤，红扁豆汤，是喝过？看怎么喝，它有一个这个哎，有番茄的味道，豆子跟番茄在一起，然后有一点点辣。但是还蛮好喝的，我试试看加柠檬。好，多一点，耶、yeah ！会不会很酸啊？好、yeah ，嗯，比较好喝，但是很酸，酸奶吗？是，我们说杯子这么可爱，这样的我们文化，我们说爱染，爱染，爱染。爱染，爱染，我不会觉得。没关系，我喝。很酸吗？好酸哦。可是很好喝。可是没有甜啊。这边有面包，特别的面包，你们可以讲。超好喝。这个是手工面包，然后这个是综合的招牌烤肉饭，然后这个是招牌的沙拉跟土耳其特别的披萨，绞肉的牛肉的吗？哎，绞肉的，绞肉的披萨。披萨是，土耳其叫披萨。是，你会吃完吗？有点多。你先开始哪一个？你要吃？面包，好，因为我觉得面包热热的。好，好，你试试看。我要怎么吃？你直接，可以，直接用手、啊。是，用手。欸、里面是空气。没问题。小心。好大的面包。你吃吃看。好吃吗？它的皮很香。这个是面包的酱吗？是。喜欢了吗？我喜欢这个。这个寿司跟面包一起很好吃。我给你，你吃吃看土耳其披萨。土耳其的披萨。披萨，披萨都可以，绞肉披萨。披萨。好肉。好吃，跟酸奶一起的话比较好吃。不是因为这个。皮就是这个披萨的这个地方很好吃，很脆，咬下去有咔吱咔吱咔吱的感觉。哦、oh. ，嗯，这什么肉？这个是烤肉，很特别的。嗯，什么羊？或者是羊肉？是羊肉、烤牛肉都是在一起，你觉得？羊肉的味道很重，这边是有还有牛肉的。可是说吃得出来有调味料，调味料，因为是土耳其人很喜欢调味料。还有鸡肉，还有鸡肉，你多试试看。加油！好吃哦！来看一下茄子。茄子，土耳其人很喜欢烤的茄子。超好吃的，当然，这个是土耳其披萨，绞肉披萨。我也开始吃了，我饿死掉了。土耳其人怎么吃烤肉？这样的比较好吃。先这个面包我们拿出来，这样
个，中间你们看这样的，之后这样黑色，你们看，这个超好吃。这个是米布丁，好，糖渍甜品，好，你吃吃看，很甜吗？很甜，可是土耳其人很喜欢甜，但是蛮好吃的，当然，有一种就是在吃那种有点像凤梨酥的口感，谢谢谢谢，有一些很像凤梨酥，米布丁。米布丁，超好吃，我喜欢这个，好吃。你最喜欢哪一个？我最喜欢的是披萨，还有就是那个 Peter 嘛，是，然后烤肉，还有就是烤肉的香料很好吃，还有，然后还有米布丁，我超喜欢米布丁。我们现在吃土耳其米布丁，还有其他的甜点，我们真的很开心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你们可以订阅 Best of Taiwan， 还有你们可以分享这个影片嘛。还有你们来，你们要来这个餐厅的话，下面我可以放这个餐厅的地址，你们可以回来这里吃吃看。我很喜欢你们，我很喜欢台湾老台湾。